感恩您收看今天的《大爱人物志》，我是亚平。今天要说一个人从八大行业改头换面，投入慈济做八大志业的人，什么人？我们来看他的照片。这位就是今天的最佳女主角庄秀珠师姐，十多年前还在八大行业当三温暖经理的时候，跟同事的合照。那个时候她爱喝酒，爱打麻将，理直气壮啊，凡事我最大。想知道这位过去在先生眼中有着男人性格，总是大名大放的人，如何走入慈济啊，学习理直气柔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呢？带大家到台中来认识庄秀珠师姐，因为慈济生命更亮丽的故事。上人要我们做的事做就对了，不管再辛苦我们还是要去做。就这样一句话，深深触动了过去生活没有目标的庄秀珠。现在她说，只要有了方向，路再远也能到达。嗯，对，嗯，啊，以前的朋友啦，他有参加过我们的义佛啦什么，可是他就我有参加义工过啦。庄秀珠想要当全职志工，所以邀请朋友前来协助家中即将开业的养生馆，店的经营管理则由另一半赖中章全权负责。早上都是利用早上载女儿上课，然后直接就去环保站，就是做到差不多9:30九点左右，然后就回来这样子。实际就主力就放点事情。对，因为我说我们已经没有心在拼事业。年轻的时候，我跟人家投资都很，三洋商务奶奶什么东京商务奶，那都是投资过，都是做很大一场，那也属于八大行业，所以我的习气是底下变派。爱赌博，爱喝酒，有着大姐头性格的庄秀珠，其实是牌友眼中的马咖，赌运奇差又异常爱赌，把输钱当作投资，执迷不悔，勇往直前。我就是喜欢打麻将，就爱到那个程度，我自己真的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会迷成那个样子。他来游生白天，来游生白天的，来去洗什么乱，来去泡温泉，就这样很荒唐的过我的人生了。他以前玩牌的个性就是很快，然后会在牌桌碎碎念，嘿，嘿，在牌桌碎碎念，然后就是感受什么讲什么啦，有什么就讲什么，像开了水龙头一样停不了。庄秀珠时常让情绪像水一样倾泻而出，漩涡般的风暴席卷整个家。他是很喜欢男人的性格，你知道，大名大放啊，现在就比较收敛，比较不要那个，差真多啦。最近比较没有空哦，就都看电视，这个很好几天没有给他下载了。像我在煮饭的时候啊，在洗菜这些啊，我就把它用朗读的，我就不用看啊，我要实时我要听上的说，哎，对啊，很简单，你看，上面给他勒住了，哎，我都走不去啊，哎，我都较乖啊，啊不吼，较早我感觉我上大，啊，今麦不是，我感觉我上小。先生忙于脚底按摩、养生馆事业，庄秀珠也没闲着。今天她拿出自己的绝活，与人结好缘，在台中北屯的儿童公园免费教人练气功。这样子一路走来就像这样，每天都清安自在啊，心自在之后身体也跟着自在。以前要吃常常看医生啊，中西挂套套啦，啊不好啦，啊那个营养食品吃几堆啦，也不好啦，啊还好真的是走入慈济。以前这样子懵懂也身体也不好，心情也不会很好啊。以前你外他眼睛走，
那就是因为在做的当下要做主，我不但是身体嘛健康，心嘛更加健康，啊家庭嘛更加好了。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哦，就会很顺。努力学，努力教，庄秀珠用付出无所求的心对待身边的人。她说：“因为对的事去做，就对了。”近思语说啊，改变自己是自救了，影响别人是救人。即摆即对阿嬷来做个代志就是安尼啊，希望大家身心灵都健康哦。因为拄啊，苏姐伫讲，甲人练气功哦，真的希望养天地之正气啦哈。今天除了秀珠师姐来之外，要感恩他家的师兄啊。即摆点开啊啦哈，盖无用，不过今日放下探世间财机会啊，咱的赖宗章师兄，感恩你来。好，阿嬷当这做主者，福慧双修，生生世世哈。啊，除了讲阿嬷啊，用心做，当然要有爱的陪伴啊，法亲的关怀啊。今日特别邀请咱的护爱组长来啦哈，咱的碧云师姐，感恩哦。谢谢，感恩。拄只恁孙娘讲过去，男人性格啊，你们家看起来蛮温柔婉约的啊。你以前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还是什么关系让你有那种不服输的性格啊？喜安娜，武装自己吧，其实内心是脆弱的。内心是脆弱的，你为什么武装自己啊？因为做那个行业，做什么要像什么嘛，你要带那么多人，当然你就要把自己武装起来啊。我再往前面问一下啦。那个时候风声鹤唳的时候，政府扫除八大行业，你们也在其中吗？是啊。那你为什么要做这种行业呢？啊，就头就洗落啊，无袂安怎，啊，就已经做遐久啊。你拢从底下的漩涡里面赚了，缴了多久？十五六年有哦。嗯。你都没有想要金盆洗手、存卡洗手吗？曾经有想过啊，啊，就是可能就。还在迷惘中呢，啊，都一直跳不出来。所以主者真正让伊改变了，从大男人变小女人哦。对啊，今麦就加较温柔啊啦，讲话嘛较袂讲像讲人讲啊大细声嘛较袂啊啦。啊，对查某囝讲话嘛拢会用尽量开导，袂去哦用骂啦。即马个性是改变了真济啦，吼、嗯哦，对人讲话嘛足好气的，哎、嗯，啊嘛尽量拢袂去生气啊，安尼吼，好，我感觉改变真济。讲到生气啊，咱嘛知影啦，一把无名火烧尽功德林啦吼。师姐甲我讲哦，伊真感恩上人，因为上人的静思语啊，句句说入了他的心坎里。他说今天就用三句来分享，第一句。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。听讲这句话出现在你面头前的时候，你插一条啊，嗨呀！怎么说？我以前生气就生气，为什么会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？后来把它细想之后，真的啊，是他犯错，又不是我犯错，为什么我要为他的错误来这么生气呢？变什么棒嘛？叫你提面巾入去三号房间，你提去四号，你是咧变啥棒？你都生气啊？哎，对，是安尼。匹配给了对啦，所以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心里怎么样？怎么样得到当中的智慧嘞？你要怎么把这句话变成改变你的开始嘞？之后看到别人怎么样，我就会想说，嘿，伊的代志跟我无关系啊，我都不爱生气啊。你的员工呢？哎呀，啊，但是错，我有跟他讲过，他还要一错再错。以前是这样子，一错再错，我很生气啦。现在反正该讲的拢讲啊，哎，哪要搁犯错，迄嘛是伊的代志啊。哎呀，对，就不生气了。所以你是转变自己的心念。对。事情发生了，不要再往坏的方向想。嗯。啊，那再讲正本烫啊，讲几百波拢袂晓，你就讲无要紧，祝福伊。阿兰都好的机会啊，祝福他成长再进步，喜欢呢？是 ，OK， 好。过来你讲有怨就有利啊，对你来讲嘛真重要。阿兰讲，在我发愿我要出来培训的时候，我在我信上人这一期有怨就有利哦，所以我在募款的当下哈，因为我发愿啊，我要来承担这个。
慈济的置业哈、嗯，那我就那四十户，那时候我才募十几户而已嘛，嗯，啊还有那么多户，我就想说，上人讲的有愿，我要来发这个大愿，我一定要来当受证委员，所以发这个愿之后很不可思议哦，出兵隔壁不熟悉，拢会，我那时候是穿志工哈，在公园啊，就有人问他，哎，请问你师姐，你有没有在募款啊？所以有，嘿，就四面八方就有很多的贵人来相助，所以我在短短的三个多月，我就募到了四十几户。哇，对，所以拢不是咱老公，拢是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，你在慈济这个大树下得到了庇荫，是，人是看到你的这吼，嗯。不是看到你阿珠啊，这个名不是 OK， 但是他要发好愿，因为我想承担如来家业，我想帮上人担弥罗啊，所以发了愿是 OK。那发了愿之后要如何行呢？师姐也是我们大爱台讨给苏亚马西哦，那当时来看样品，我请他现在如果有空，请他。开车过来，因为我们要全部整，这样子把人家弄得那么脏。突如其来，这个原本由大楼管委会免费提供的回收点，如今不再让附近民众放置环保品。负责该点回收分类的庄秀珠，在错愕中接下了变化球。去分类安尼啦，安尼就较袂甲恁造成恁的困扰。一边寻求其他方式。庄秀珠一边协同志工整理环境，准备归还。恁若买啊，好恁，恁若为时间是配合好，当然会使。啊，伊拢差了当时来收，拢差两天来收，两天来收就是说希望我们两天来回收一次。那我们回收就没办法，他们已经帮我们分类好了，我们就再去我们的环保站这样就可以了。感恩哦啊！大连湾师兄会载环保车来装修修的啦，阿伯。分工合作，努力清扫。庄秀珠说：“有始有终，即使是最后一天，也要留给大家好印象。”这样的坚持，让附近的民众更是依依不舍。你人无算乖哦，无乖哦！我想讲一阵啊，哪拢无看到你，啊拢感恩呐，感恩你的好气呀！他真的很护持哦，他都把好的东西丢给我们，从那边投过去哦。拜拜，很好走。其实我们每次做都会把它清干净的，但是清干净它还是丢的话，你第二天、第三天它还是有味道出来。好，来啊，来啊，来，来了，来了，已经来了，你看。只有一句，我说我们走，我们去做环保啊，就被我渡过来。起码再出去，我们会帮忙。啊，我奥多麦扛来边啊。因为我就是讲，因为这做这个代志，我无甲接起来，无做嘛拍算啦，对吧？哎呀，你就讲啊，这个所在有迄个资源，后尾有咱做这回事，我就是讲，哎呀，咱就。有心在做主者啊，咱当然来加减好啦，不管小点大点都好，都是加减的丰收啦，系啦。然后我就讲做环保阁真有意义咧，对无？无去阁做无彩的啊，减一项，减一项迄种回收的点，我就讲做无彩啊。懂得惜福爱物，弯腰做志工。庄秀珠说。透过每个看起来是付出的动作中，其实真正获得的是自己。尤其当他来到台中慈济医院时，这样的感受更是深刻。你这种的可能爱去那个柜台呀，拢无零件，拢无迄个感觉低价。哎呀，你那个，哎，可是你要去柜台这边哦。哎，对，谢谢，感恩。那我们那边的人这样子，那么。被病痛所折磨啊，回来之后也会跟家人分享，所以去那边所得到的哈，不是像我付出的安尼。我常常跟人家分享说哈，其实去那边说付出，事实上得到的更多，家己也去感受很多，爱也会影响自己，也会影响自己的家人。所以去那边，苏仙呐那个医疗哈，给我整个人的改变是最大的。牛蒡还有吗？牛蒡切货了呢，切货了还是啊？你看牛蒡粉也切货，牛蒡粉也切货哈，牛蒡弄在一起。
不好，这些书生的职工哦，那个职工、职工都一样，好有礼貌，讲话好柔哦。这个就是我要学习的。我在那家做丑陋，你知道吗？各位都拿来做丑陋呀。那我想说，这个那么有人文哈，我想说我要来学习哦，我要来这个感受那种气氛，真的很棒啊。即使过去的捕获方式不是平面式走动，需要爬楼梯上上下下，让他觉得有点累，但懈怠的人找理由，想学习的人找方法。庄秀珠用这句话自我勉励，不仅让自己能够克服挫折，也让每一个变化球能够接得住，接得稳。现在的秀珠师姐啊，说好话，做好事，走好路，发好愿，对吧？对，做主嘴料，真正吼，睡得更安心，做得更欢喜。是，等于同你讲以前安尼日夜颠倒第八大行业的时阵，三什么中西医都看片片了，还该加该补拢补啊，结果啊没有起色。对，现在完全不一样了，脱胎换骨了。是，你觉得最主要的是食疗还是心？心疗，心疗，上人的法是，丁导公定的，你很受用的三句静思语啊：一，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；二，有怨有力；第三句你说是性己无私，性人有爱啊。这句话对你有什么影响？我觉得做慈济哈，我们都在收善款嘛，好，除了这个钱的问题，还有我们好。把上人的话传出去的时候，也是我们不只是说自不是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来做这些事情。嘿，我觉得说上人的法这么好，我们要把它传递出去，让每个人来受用。我相信每个人都内心都有他的爱跟善在，只是没有被启发出来。那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去度他呢？当然就是要有上人的法，有法就有法度嘛。所以我就把这两句话把它应用在我跟所有的人事物上，应该是这么说。所以你就认真的看上人的开示，看上人的书，听上人的法，然后自己消化内化之后，再透过你的嘴巴佛法生活化讲给人家听。是，我看波，我看波啦，就是传法，对，传正法。对，那你相信每个人人之初性本善是，即摆听讲嘛，真早起床啊，不断的充实自己哦。对呀、啊，不然的话没有上人的法哦，我这个智慧是属于下根基哦，无太认真啊听嘞吼，一天啊无听吼，感觉就好像有一点脱离的感觉啊。即摆逐天我拢一定会听，一定会看。所以电子书啦，或是电视啊、电脑，我都会轮流去用，还有上人的书啦，只要在书仙都会第一时间就会接触到上人的新书出来嘛。我觉得很好的话，我就多请几本来跟大众结缘这样子，因为的信己无私嘛，啊，所以讲爱把这么好的物件拢把分享出去，啊，希望大家嘛会当走入来这个组织。这个大家庭啊，大家都能够得度啊，对，同沾法喜。说到这个部分啦、啊，咱们静思书圈台中慈院的店长同仁哦，对我们秀珠师姐就很赞叹哦，他举了一个例子，相信大家也非常的佩服，来听听看。感受到上人的法，他觉得上人的法对他很好，而且他有找到人生的方向跟答案，所以他都用这样的心情去跟别人分享。所以你知道他曾经就是有一次我们岁末祝福的时候，他就是觉得那本《孝为人本》非常的好，他就发一个愿说他要推广100本书，你知道吗？结果他是把上人的法是放在心里面的，所以他是实际走到哪里他就做到哪里。他那次参加告别式，他就认识一位张师兄，他就跟他讲说，你要不要为妈妈种一份智慧因，所以告别是我们不要用手帕，而是用上人的那一本书。所以跟他聊过之后，那个师兄就非常非常的欢喜，他就是发愿，那他就说好，他就100本，用100本来跟这边参加告别式的大德们啊，还有师兄师姐结这份缘。
果然是有智慧的秀珠师姐了，你灵完全明了，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，所以要祝福往生者，帮他植一个好的因。哎呀，今日是谁上小年的车，都是植一份智慧智慧因嘛哈、哦。上人常常讲说，行善行孝不能等，虽然我们有时候还是会抽空回去看他，但是陪的时间不多啊，所以让他一个人这样孤独的走，那对我来讲是真的很大的遗憾。嗯，所以我才会想说，上人一直在提倡孝、嗯、那我希望说天下的人都能够知道、哦、嗯，有机会让你行善的时候真的要及时，嗯，不好一直想说啊，等我怎么等我怎么才要去行善、嗯、上人不是说不知道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吗？对，就像我的爸爸，我也是没有想到他会那么快就走了啦。嗯嗯嗯，欸，曾经一段时间也有把他接过来，可是他就是住不习惯又回去，嗯，那所以就这样子就离开了我们、嗯、真的是对我们说实在是非常大的遗憾。愿、嗯、天下、哦、为人子女者真的要及时去行孝。 嗯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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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对，就我们同样感受也很深啊、哦、师姐真的是很多事情来慈济，从不会学到会长智慧。嗯，孝顺他懂了，要把握当下。对，你今天想爱干么呢？想要要讲的话，把最好的机会赶紧讲。我当然要最感恩就是我的家人能够护持我走这一条路。好、哦，像我家讲的，我做慈济之后真的是改变太多了。以前伊就惊我，哎，起码吼他就是很尊重我。哇，嘿，就觉得很感恩吼。哦嗯、我会当行到这条路、嗯，啊，我当然嘛希望讲，我安岛的人，嘿，会当拢行入来住在这条路，嘿、嗯，做上因的好地主、嗯，希望我所有熟悉的亲戚朋友嘛会当行入来，啊，度更多的人间菩萨，嗯，哦，来走这一条正道，这样子，嗯嗯，感恩。嗯嗯、而且师姐还发了一个愿呐、啊，她希望啊，全家庭的人都能够融。易懂事啊，哈，他已经帮女儿啊，圆满了人文融懂，要护持大爱台，是，哈、哦，嘛、欸，感恩孙爷成就啦，哎、欸，所以就话恁安尼，生活拢真顺时，身体拢健康，啊，世间财功德财，达刚来，好吧，感恩，啊，你最后为什么话要甲恁叔姐讲啊？嗯，希望伊好啊，努力对上林行，嗯，哎、欸，真感恁上林。嗯，安尼，啊，恁就应该讲啊，咱两个爱做伙行，啊，无去靠靠行，你伫后壁，哈、啊，哎、欸，对对对，欸、我甲你讲真笑的啦，唔、欸、是讲是想讲真的啦，哦、欸，所以你即摆爱负责这个店的生意，不过嘛是爱拿捏好，好，哦，啊，这个行善行孝要记得平行进，平行一起走， okay。 啊，人客来来，咱老去就讲讲主持啊。对吧？啊，店的甲阮大家敬师礼，开一下大爱台风看啊，有，好不好？有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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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我是个旁观者啦，不过就是这样子的期许跟祝福啦。好，嘛，感恩咱碧云师姐今日陪伴啦，哈，哎呀，你阿伯继续欢喜做主者，啊，真正每天都欢天喜地，脚踏实地，幸福快乐无对比，哈，就阿玲，感恩你，感恩。